这一支湖人队除了有詹姆斯阵队之外，还有一群年轻而且有潜力的球员，比如不断进步的英格拉姆，默默努力的鲍尔，突飞猛进的库兹马。如今湖人又迎来好消息，又一新星大爆发，狂空37分加9篮板，而且还带动另一新人爆发，两人都是詹姆斯的绝配。今天夏季联赛湖人双加时战胜骑士进入决赛，两位新星狂砍30加让人惊叹不已。约什哈特28投13中6记3分，狂轰37分加9篮板加1助攻加1抢断加1盖帽。米凯卢克20投12中轰下31分加4篮板加1助攻加1抢断，两人的表现继续高歌猛进，非常亮眼。2017届的30号秀约什哈特，他本次夏季联赛场均 24.5 分加 5.5 篮板加 2.2 助攻加 1.5 抢断，全面而且华丽的数据，外加投篮命中率 47.35%， 三分命中率高达 42.1%。 约什哈特的大爆发得到了魔术师詹姆斯和库兹马等人的夸赞，新赛季他很可能会竞争进入首发。最重要的一点是约什哈特的三分能力非常出色，投篮能力了得，而且敢投 42% 的三分命中率堪称一绝。米凯卢克虽然没有约什哈特亮眼，但是本次夏季联赛他的三分命中率也达到 39.2%， 接近四成。詹姆斯的传球能力毋庸置疑，如果有四成三分命中率的神射，詹姆斯的助攻就有的出处了。所以说两新人拥有的三分能力和詹姆斯简直是绝配。